你们各位大家在香港生活啊，你觉得是有形的金钱重要呢，还是无形的财宝、玻璃、法宝重要呢？你哋啊，生活喺香港，究竟你哋认为啊，系一个有形嘅财富重要呢，定抑或系一个无形嘅波野嘅财富比较重要呢？你看这人类当中，有的人重视吃，不重视穿；有的人重视穿吃马马虎虎；有的人重视住，假设住一定要干净，穿和吃都不太重要。就是在物质上啊，衣食住行啊，你有觉得哪样最重视、最重要呢？在很多人之中呢，有些人认为啊，我着衫是最紧要的，食呢反而可以随随便便。有些人呢就觉得哦，食是最重要，着衫没什么所谓。亦有些人呢觉得所住的屋啊才是最重要。那究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这个衣食住行啊，你又认为哪一样才是最重要呢？物质的生活重要，精神的生活重要呢？物质的生活重要，定是精神的生活重要呢？有的人觉得这个道德的生活很重要，比方说我怎么样穷苦一点不要紧，我要有慈悲，我要有仁义，我要有道德，我要合乎伦理。有的人认为物质的生活比较重要，有的人认为精神的生活比较重要。有的人呢就觉得我虽然穷一点，但是都不紧要，最紧要呢我是有这个慈悲、有道德、有仁义。有的人重视自我，我自己最重要；有的人重视亲人啊，我的亲人眷属最重要；有的人重视工作啊，我的工作最重要。有的人呢，他认为人我之间呢，自己是最重要，什么呢都是啊，我自己的是比较重要。有一些人呢，他认为啊，我的亲人是最重要，凡事呢他都会想到啊，我的亲人是怎样怎样。但是呢，也都有些人呢认为哦，只有工作才是最重要。你不管什么重要都是一部分的，假如说你认为玻璃最重要，就是自己的本来面貌最重要，你能体会了玻璃以后，你拥有了宇宙世界永恒的生命，那个时候你就觉得人生的意义啊跟平常不一样了。其实啊，你认为哪一样是重要呢都不紧要，因为这些所有呢都是一部分。如果你认为这个波野是最重要的话呢，这样你就是拥有了这个宇宙里面的一切，因为你是可以证悟你自己本来的波野的佛性。那当你拥有这个宇宙的一切的时候呢，你啊还会是需要去求什么呢？你如果有了玻璃的话，怎么重要呢？至少在你的人生观上，你会看到是众生和佛，生父平等，圣凡不二呀。拥有这个波野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因为当你拥有了波野之后啊，你最低限度可以看到呢是生佛平等，每一个众生同佛其实都是一样的，圣凡不二，圣凡亦都是不二的，每一个圣人每一个凡夫都是一样的。空有平等啊，是没有断常，没有不可以断见常见了，一切都是这空和有，不是两个了，啊，空中有有，有种有空了。还有就是空同埋有都是平等的，并冇系一个断见，并冇系一个常见，等于讲咧，两边空同埋有呢，你都唔会话系偏向咗某一边。空和有两个都是同时平等的。
你有了布雷的话，就会懂得诸法平等，没有趣来呀、有咗波野之后，你就知道啊，一切诸法都是平等的，并冇差别的。你有了这个布雷以后，宇宙万有一体，通通都在自己心中啊。你有咗波野之后呢，宇宙万有啊，一切嘅一切物事物都喺你嘅心中。有一个法师在长江的边上建了一个寺院，这个寺院的名称叫什么呢？就叫演讲寺。有一个法师呢，就喺长江嘅地方，和呢个长江嘅江边起咗一个寺，就叫做荧光寺。所以每次在这个禅堂佛殿里面打坐的时候啊，都可以看到长江里面的这个船啊、帆船来来去去了。每一次有人在这个寺里面参禅打坐的时候呢，都可以看到长江上面的船啊、帆船啊，这样在这里、行驶的。